晚上9:40，下班时间，身材曼妙的上班族进家门，准备按电梯，大门还没关上，一头恶狼硬生生闯入。早就看好目标，掀裙子袭胸，把被害人压到角落。被害人拼命挣扎，鞋子都掉了。这时候有人刚好进门，色狼慌张逃跑，上班族吓得蹲在原地大哭。下班回来开门，我们那个铁门有自动关门，但是还是关太慢了。但是还有一个人有一个习惯啊，有人要进来就会帮他开了一样啊，因为大家没经验嘛，他会自动关门啊，然后他又进来啊，又跟他打招呼啊。这批色狼专在附近出没，锁定夜归妙龄女子。事发之后，住在这栋大楼的女生都吓坏了，住户还在自己的公告栏上贴上色狼的长相，警告大家小心，甚至在网络上贴上图片跟影片，叫大家帮忙寻找色狼。这批色狼行径大胆，办案时间还有其他住户进出电梯。很多人以为大门自动上锁就安全了，但是色狼不等门关上就闯进来，蛮力硬把女子压到墙角。虽然只有短短五秒钟，已经让被害人留下阴影，附近没人看过他，推测是临时起意随机犯案。目前警方正全力追查下落。大选张仲华台报道。